我跟王彤在后面 stand by 要出来嘛，然后就王彤突然他突然就这样，姐，你真的很好，你可以的。我整个在布景后面啪，我就说，哎呦，你干嘛这个时候我讲呢？我说我等一下出去要搞笑，我真的觉得我有病哎、欸。铁粉是真的每次就是都会写讯息说，没有你直播的时间日子很难熬。哦，但你说疫情时候好的话，可以赚十几油吗？差不多。我们在那个龙就是蔡家布景后面。然后我跟王彤在后面 stand by 要出来嘛，然后就王彤突然他突然就这样，姐，你真的很好，你可以的。我整个在布景后面啪，我就说，哎呦，你干嘛这个时候我讲呢？我说我等一下出去要搞笑。那你后来是马上收起来，还是大家有再等你一下？没有。那时候在 stand by， 然后我就很笨，然后我妈妈说就帮我，就是你都没有面子，我就在布景后面，我就赶快吸气，然后把眼泪擦干。我真的觉得我有病哎、欸。那会抖给我抖很大的人，肯定是也过得很好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钱，好、然后可能家庭环境还不错，就是种种因素。所以你问我说什么收入什么，这个很不准。有的时候我一天唱六个小时。可能也不到2000块啊。铁粉是真的每次就是都会写讯息，就说，没有你直播的时间日子很难熬。哦，但你说疫情时候好的话，可以赚十几油吗？差不多。